来，今天玩这个手游，哦，有够精致的哦！哦，天哪！对，真的超级棒哎！复习一下好不好？复习一下。那其实我是觉得说，我可以开始介绍角色了啦，因为他的角色实在是太精致了，完全不用挑。他真的每一个都是精致，他真的是太过火了。他这游戏真的是有如在看卡通一样，真的是太美了。最近的手游怎么都屌屌屌屌屌屌。那你们 follow 是他技能的一个部分。那其实他真的很精致哦，重点是他有中文版，而且每项可以进行预览，非常过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 N， 它真的是太美了啦。这边有 TV 这样，那你们一开始要玩的？要一看要怎么玩，就这右下角这边有一个战斗，我要继续靠这样。非常精致的手游，那玩法真的超酷哎！看一下有一个地方可以放，自动都给你了。那你接下来你就可以去做一个召唤，也是我们抽英雄的地方。哦，这游戏真的太扯，到底是谁做的？精致度非常的高哎，再教你装备的穿戴啊！哦天哪，太摇摆了啦，这个游戏。是抽英雄的地方，对不对？不得了！我跟你一样看到有一个地方，好像也可以那个。我目前还没有法术，那我们可以放四只的吗？我目前就有三只。